美容保健科数位学习教材整体造型设计制作篇，制作篇为方法篇，学习重点的实际操作，主要内容有意向图 image board 的制作、手绘技巧的表现、材质应用、实物等阶段，结合理论与实物进行整体造型设计计划。接下来让我们进入课程。